大家好，这集视频我会示范如何注册 ChatGPT。 首先打开浏览器，这里我会用 Safari 来做示范。打开后在谷歌搜索 OpenAI， 搜索结果第一个就是了，点开它。打开 OpenAI 官网后往下滑，找到 Try ChatGPT， 然后点击它，选择 Sign Up 注册，然后这里输入你的邮箱地址，完成后点击 Continue 继续。现在创建登入密码，完成后点击 Continue 继续。现在系统会发验证到注册邮箱，打开邮箱查看一下。打开邮件，点击 Verify Email Address， 选择使用浏览器打开，这样就验证成功了。现在来尝试登入看看，用刚才注册邮箱和密码来登入。首次登入需要填写一下个人资料，先输入名字与姓，完成后点 Continue 继续。现在输入你的手机号码，点击这里可以更换区域，选择该手机号码的国家。如果想要通过 WhatsApp 收取验证码，选择并点击这个。如果通过 SMS 就点这个。这里我会使用 SMS 来获取验证码。完成输入手机号后点这里，然后查看系统发来的信息并输入验证码，然后点完成。接下来系统会问你用 ChatGPT 来干嘛，随便选一个就可以了，点击 Next 下一步，再点 Next。现在就可以开始跟 ChatGPT 聊天了，让我尝试问他一些问题，马上就会回答了。 OK， 方法就是这么简单，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。喜欢这类型视频，记得订阅给赞哦。